台股今19日开高走低，最高来到10544点，最低来到10452点，上下震荡幅度明显，中场跌39.18点，收在10467点，10500点又失守，跌幅0.3%，成交金额来到1115亿元。其中台股三大指标连率，台积电由红翻黑，跌0.8%，鸿海跌2.56%，大力光也跌近3%，而群创与友达也遭到调节。各类股部分，早盘电子跌0.6%，金融收在盘上，其他生医、汽车、光电、百货跌超过1%，玻璃跌2.6%。个股部分，指标股中，台积电盘中由红翻黑，跌0.8%，收在225元；鸿海跌深，跌幅达2.56%，来到91.2元，大力光也较软，跌近3%，收在4180元。另外，群创与友达遭到调节，跌1.2%。日月光、宏达电也跌1%以上。至于联发科则逆势强升，收涨2%，来到294元。旺宏、大雅、橘子、大同、叶城涨幅都有3%以上，而国泰金、开发金表现也不错。